看过最漂亮的新娘。养儿方知父母恩，听到女儿在叙述当中的点点滴滴啊，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。你是我这一辈子看过最漂亮的新娘，这是真心话。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那他虽然也还蛮幽默，但是他比较安静内敛，哦，这就是我非常喜欢他跟我的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个儿又高，长得又很真的是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跟我爸爸比较不同的地方。那唯一一个相同的地方呢，就是他跟我爸一样都很爱我。我很满意这个女婿，基督徒，然后个性又非常的温和，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打篮球毫不客气，直接灌我的篮，哎呀，因为灌我的篮，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篮。两个人之间呢，点点滴滴，我一路参与到底。爸爸说过，生养交陪，女儿结婚就是爸爸在陪的部分了。因为他，我的人生变得很特别，然后我很感谢他，让我的成长的路程当中呢，有很多不同的跟大家不一样的，然后甚至比较精彩的、比较有趣、比较缤纷的地方。那当然，我也是谢谢他，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当我有很脆弱、委屈的时候，或者是打电话给他哭着抱怨，或者是哭着难过的时候，他都会就是安慰我，然后用最 man 的那种方式，他只会说不要哭啊。爸爸在呀，不管怎么样，爸爸会在呀。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也一直都觉得，就是很珍藏在心里面的回忆。今天其实很有趣，就是在交手仪式的时候呢，就是我爸就是一只手指头一只手指头交。新郎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耐心，然后很愿意分享自己的人，所以他刚才台上其实哭得比我还要认真。哦，0000，现在没有。很多人说，Cindy 在艺能界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，没有过绯闻，对不对？那有啊，有一次不是有个毛毛男吗？还在什么泡温泉的地方被抓到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是我结婚，你可不可以看怎么在的？然后拜托你。要问他们要知道是同一个人。是同一个人，是同一个人，对，是同一个人。都没有绯闻，然后好好做好自己工作，跟爸爸在艺能界的状态是一样。女儿结婚了，然后是有一个家庭，然后爸爸的心情当然是非常难受的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就正好住在他楼上。我们拿一个天梯，让我像那个消防队一样，我可以咻就下来家里吃饭。我看好我这两位女婿，老二也刚结婚嘛，然后老大这一位，两个都很棒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孩子，然后在教会里面认识，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家人，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们。加油！谢谢。如果没有露西拍这个儿子的话，其实他也是很贴心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会考虑养。